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，现在开始，请全体起立，升国旗，唱国歌。标兵就位，thank you.
好。同志好。同志们辛苦了。哎，干得好。哎，管子和木站。同志们好。这么好，同志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同志们好，同志好。
们辛苦了。二战联防。同志们好，兄弟好，同志们辛苦了，为人民服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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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了，为人民服务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式开始。Thank you.
现在一切正常，按计划实施。
看！Thank you.
请进。请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地举行沙场阅兵，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。90年前，南昌城头一声枪响，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。90年来，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浴血奋战，勇往直前，战胜一切敌人，征服一切困难，为中国人民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历史充分证明，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英雄军队，不愧是忠心报国的英雄部队，不愧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。我们党为拥有这样的英雄部队感到骄傲和自豪，全国各族人民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同志们，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，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。天下并不太平，和平需要保卫。今天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。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强军思想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，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，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。全军将士们，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，永远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。全军将士们，
你们要坚定不移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，时刻把人民放在心头，永远做人民子弟兵。全军将士们，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，聚焦备战打仗，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。全军将士们，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、改革强军、科技兴军、依法治军，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。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、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。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、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。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、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同志们，刚才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，回顾了人民军队90年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，发出了新形势下强军的伟大号召。全军一定要牢记领袖的嘱托，统帅的号令，牢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，牢记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，不忘初心，履意前行，续写人民军队的新辉煌，谱写强军事业的新篇章，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努力奋斗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结束。